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内政委员会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2019年3月16日上午9:03至下午10:14，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赖会员等15人，列席委员赵振宇等27人，列席官员海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仲威等，主席曾召集委员玉珍。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处理201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海洋委员会主管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案计8案。决定8案均准予动资提报院会，另邀请海洋委员会主任委员率同所属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请大家先回坐哈，先回坐。海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仲威综合报告，先回坐。委员赖会员等18人提出质询，均经海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仲威及所属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张其禄等3人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临时提案：第一案、第四案及第五案均照案通过。第二案及第三案均作文字修改后通过，散会宣读完毕。来，各位委员哈，请看一下那个桌上这个，就是有关上次会议的议事录哈，看看议事录，大家阅读一下哈，看有没有错误或是遗漏的，有没有？好，如果没有错误或遗漏的，我们这个上次的这个议事录，我们就这样确定哈。好，请继续报告本日议程，请宣读。本日议程邀请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部长、法务部次长、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副署长、经济部次长、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司法院，针对以台湾电力公司台中火力发电厂处分案衍生地方自治条例遭宣告无效，探讨宪法与地方自治法下地方自治权之保障，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好，各位委员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就是台湾电力公司台中火力发电厂处分案所衍生出来的地方自治条例遭宣告无效。我们要今天要探讨，请行政院哈，还有内政部，还有相关单位来探讨这个宪法和地方制度下面地方制度法下面的地方自治权的保障的专案报告。好，那我们。我们除了邀请各个单位外，我们也邀请了这个我们邀请，好，我继续念。我们也邀请了这个台中市政府啊，派代表，还有我们前台中市市长哈林佳龙先生哈。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与会的这个与会的官员和在场的这个委员哈。好，我们先来介绍我们在场的这个委员哦。我们从这边开始哦，这个我们这个林玉华林委员哈，林玉华林委员哈，杨琼英杨委员啊，对不起，蒋万安蒋委员哦，张玉美张委员呢，李德维李委员哦，吴思怀吴委员哦，哪边哦？对不起，林思明林委员。郑天才郑委员呢、啊，本会的啊，吴怡丁吴委员呢、啊，洪孟凯洪委员，郑丽文郑委员，温玉霞温委员，林维洲林委员，那我们这边中间来那个管碧玲管委员呢、啊，郑运鹏郑委员，钟嘉宾钟委员，哎，那个管委员你遮住我看不到。他挡住了，还有陈以信陈委员，那边，我们这边有王美惠王委员，对嘛哈，赖会员哈，赖委员哈，汤慧珍汤委员，那个廖婉如廖委员哈，这边呢，洪生汉哈，谢依凤谢依凤谢委员啊，从后面念上。
好，那个省发会沈委员呢？黄世杰黄委员。罗美玲罗委员。哦，要签名的洪生汉。汤委员。哎，他后来来，洪生汉洪委员呢？哦，还有哎，张宏禄有来吗？林文瑞林委员刚有来，还没有来哈。叶玉兰还没有，张宏禄有来没有哈？好，有没有？对不起，有没有遗漏的？好，那我们来介绍这个与会的这个官员哈。首先哈，我们介绍这个我们邀请的行政院秘书长李孟彦李秘书长。李孟彦李秘书长，李孟彦李秘书长。那个，这位是何佩，哦，来哈，这个秘书长来哈，秘书长哈有来一张公文哈，对于今天的这个会议啊，进行专案报告并备询一案哦，另有要公不可列席哈，请何秘书长佩珊代表列席哈，好哦，何副秘书长佩珊代表列席哦，可是没有被准假哎。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秘书长没有来？副秘书长好，请说明哈，谢谢。昨天啊，今天有请，但是没有准了哈，没有被准了哈，你可以说明一下吗？啊，是，这个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跟没有准来？我们让他说明一下为什么秘书长没有来哈？是很抱歉啊，也向委员会报告啊，就是这个，因为今天我们早上有行政院院会啊，那么秘书长他必须在这个行政院院会相助院长主持这个重要的院会。那因为今天的院会是这个我们特别条例通过以后的第一次，这个关于纾困的执行会议的报告，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么昨天晚上秘书长也已经有跟陈昭伟，对，我说没有准啊。我说还是请他过来。他今天开会开到几点了？我没有准，请问他开到几点？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我说这个会也很重要啊。是那个，请问他开到他几点开始开会？目前我们的行政院会大概会在通常会在十一点半结束。十一点半了哈，是顺利的话，可是我们会后还有记者会必须召开，那个我们秘书长也必须在场。我们今天开会的这个，来现在哈，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会的委员也有几十位哈，这样哈。这样子好不好？那个，我们等一下开始开，你们开始报告在九点半嘛，你们开到十一点半嘛。我们事实上这个会这么多委员，这么多委员在场哦，非常的重视这个会啊。对不起，我们那个柯建铭柯委员啊，刚没介绍到。那有这么多委员在，那不然就请我们秘书长开完会以后来这边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好吗？我们就一直我们继续开嘛。啊，这中间请秘书长。集中提早来好不好？哎、欸，因为。好，来哈，我来说明一下哈，这个防疫期间，这个如果秘书长不来，可以用这个理由不与会的话，那个苏贞昌院长是不是？来，大家先不要讲话，那我讲完再来讲哈，来。你们卢秀燕不来，藐视我们到这种地步。卢秀燕不来，苏院长不来，你是立法院。来哦。那个，来，大家先保持一下肃静哈。哎，各位要发言，要发言请举手。没有来，来哦。这个好，你们坐一下哈，我来开始哈，好，这个。各位委员哦，来，没关系，大家不要争论哦。这样子哦，来进行一个那个哈、哦。来，大家如果要表对这个，立法院自己通过的法律被查五年，哪被查五年？你快迎关门到现在哦，台北把人家撤销自治条例，哎，
哎，主席啊，来，你那个柯总召，柯总召，请大家先回座哈。如果大家对这个程序有什么意见，我们来登记发言，好吧？好，请大家先回座哈，没关系。我帮你打圆场，好不好？不用不用，请坐。那个总召，请回座哈，谢谢哈。这个哈，关于这个我们行政院秘书长哈，因为参加这个行政院院会哦，啊，9:30到11:30嘛哈，我是这样建议。9:30到11:30，既然在行政院参加院会哦，那他说这个会议啊哈重要。那我看我们苏贞昌院长在行政院院会期间也没有因为防疫理由没有来备询嘛哈，但是好，我们也体谅他要开这会。那我因为我们今天参加的委员很多，表示大家很重视这个议题，那我们就让副秘书长先代为询答。那中间哈，我们继续询答。那等一下，等这个我们秘书长开完会就请他赶过来好吗？好，就是您先回答嘛，那我们继续开嘛，对，那他开完那边会就再过来哈，我们就继续开，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嘛，哈，这么多人过来嘛，好，这样就是好，因为那个我们没有邀请那个我们卢市长了哈，好，好，啊，等一下哈，是，好，那大家请坐，我们继续介绍下面的这个哈法规会，请坐一下哈，来，你等一下，等一下讲，介绍到他你再讲。介绍他，你再讲。来，把电力问题、政策问题、环境议题当做政治。这个那个，我没有。来，啊，大家不要讲话，我在主席里面就先不要讲话哈。有问题举手发言好吗？那不要比小学生开会还不如。来，法规会哈，主任委员我们林秀莲林主任委员哈，这个交通环境资源处处长陈盈龙处长，好，陈处长哈。内政部部长徐国勇部长，部长，可是部长请假，来，那个你上来说明一下吗？那个市长啊，来，那个部长为什么请假？主席还有各位委员早安哈。那今天因为部长对于因为昨天开始全面升级为这个禁管之后，那部长今天针对我们在禁管的部分，还有我们各地这个移民收容所的部分，他去了解这实施这个防疫的措施。那因为这个配合昨天的全面的禁管来做紧急的处理哈，那也请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先进哈，可以谅解，谢谢。这个次长你先别回座哈。这个昨天徐部长是有打给我，我有跟他说，现在在这个防疫期间嘛，你看前几天我们立法院这个卫环委员会要到这个各个地方去视察，都遭致批评了。那部长应该让基层的这个单位，我们是主管机关，我们当然要督导，然后来落实。应该让基层的单位就是好好的做他的工作啊。所以因为我们这是这跟不一样了。这个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哦，次长，这个。你跟部长转达一下，你联络他一下哦。上个那个哈，上次就是我们这个内政委会部长是应该要与会了哈。这个前天啊，礼拜一啊，那个国防委员会啊，我们蔡适应委员，民进党的蔡适应委员担任招委嘛哈。啊，那时候他请这个各个医院的院长哈，龙总哈，退辅会啊，龙总，他们也是要请假，什么龙总啊、中龙啊、北龙啊，也是要请假。但是我们蔡适应蔡招委也是表示不准哈，也是表示这个立法院开会期间还是请他们与会来，让我们来一起来讨论哈。所以我想这个部长这个请假理由没有办法成立，你们是不是联络一下，看他现在在哪里？到中南部去。是中南部，那看这个视察时间是不是怎么样，尽量的缩短哈，尽量的缩短，比如说到哪里，高雄啊哈，我知道他也跟我讲高雄，他缩短，然后我们一边开会，我们一样请他赶回来好吗？就是这中间，您来先来帮我们代为询答，你可以先联络一下吗？我们来联络。你可以电话联络一下吗？可不可以等一下回答我们？我们联络。好，那你也，副秘书长哈。你先电话联络一下好吗？我请联络。联络组联络一下哦，看现在我们徐部长人在何方啊？哦，因为今天这个是内政委员会哦，部长是这应该要过来了。好，联络一下，等一下告诉我们哈。那这个行政院也是哦，秘书长哈，是不是11:30开完会哈？这个请联络一下。好，然后接着我们请哈
民政司林清奇林司长，谢谢。